情有你的笑脸，回不去的咖啡店，沙的浓缩咖啡也很甜，不后悔，即使心都被碰碎，怎会对你没抱怨？但我只想要坚强一点，别说谁辜负谁，说起来这一句缘分不对，我得承认回忆曾那么美，就算跌倒站起身走向前。也许像一分钟像一分钟无止境的痛，也许像一分钟那一分钟心忽然坠落，然后像一分钟笑一分钟忽然的宽阔，只想让你懂我值得好好过。欧弟去处理那个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太恐怖了吧！喂，好恐怖啊！还好吗？还好吧？好可怕！静电呢？哎呦呦，哎呦！哇塞！哇靠！搞得真好呢！他刚出来，从那个皮箱里面出来，真吓一跳，吓死人哦！对呀，美照姐怕蟑螂，她真的很怕，刚撒下吓死了！哎呦！哎呦喂！好吓死了！哪来那么多蟑螂？你们这蟑螂是一次买一包的？哇靠！这个应该有十包哦。对啊，人家会怕。这表演，这个好真哦！真的，真正的软骨功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脸上这画的，画的多好啊！今天是画安娜贝尔。